节，11月11号光棍节，现在是晚上的差10分到9点。幸福福建小编 Steven 为你现场介绍，这个是厦门的入江的夜游，游船时间大概1个半小时，费用是1200块，就坐船来体验一下整个厦门的风景。现在站前面看到所谓的厦门岛，在这个是入江，在右手边看到亮亮的这边的部分，就是可以看到就是鼓浪屿的部分哦。那鼓浪屿呢，预计在明年申请世界文化遗产，人就会更多了。厦门的夜景啊，跟金门啊截然与众不同，真的是差别很多。在整个幸福福建厦门之旅，今天是第一天，从早